你这不是无赖吗？这是公平的。你们两兄妹闹别扭，让我一个外人在这左右为难。你怎么能是外人呢？你可是我未来的老婆未婚妻，怎么能是外人呢？你不会是想要反悔吧？那我可要盖个戳，宣誓一下所有权了。那要是我赢了呢？你要给我什么奖励？你赢了呀！ 你这不是无赖吗？这是公平的。<笑>你是个好哥哥，真是我的好老婆，都知道心疼小姑子了。谁要嫁给你了？哎，不是，那亲都亲了，报纸也上了，你要是不同意，可没人要你了，啊？<笑>你们俩这关系还真是扑朔迷离。 学着点吧，大人的世界你不懂，大人的世界就是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。跟伯父说说，跑北京来干什么？我想追您儿子。<笑>你一个马匪窝里出生的野丫头，也想追他，我都替你犯愁。我知道。这是什么呀？ 当年穆家大少爷穆远豪，死亡的真相。谁让你拿这些报纸给少帅的啊？这么严肃？是少帅说想看看上海的报纸。拿走。你以后不要再拿这些消息烦少帅。是。没事，不归他们，是我自己要看的。您这又是何苦呢？只要知道他过得好。 我就放心了。